我已经有几年没参加这些活动了。今年前两个月，联合国还有信息来问我，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活动还念念不忘，这个很难得了，不容易啊！意思就来征询我们需不需要再去办一次。再办一次，拿什么给人看？没有实际东西给人看，那就没有意思。那么现在澳洲，我住的这个小城，十万人口的小城，我们在那住了10年。这个10年呢，我们的修行没什么效果，但是团结宗教做出成绩出来了，把这个小城10几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。去年我们在一起聚会，我只是表示一点希望，希望宗教团结起来，把这个小城造成一个和谐的示范城市。我们的市场跟我的想法完全一致，所以他全力支持。今年这些人想真干，我就看看，如果真正做出来了，值得到联合国再去搞一次活动。把这个澳洲图文巴这个城市向全世界宣传，让大家看出族群的和谐，宗教的和谐。因为这个小城里面的居民都是从全世界各地移民来的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现在住在一起，能够这么融洽，这样和睦，很难得。